你哋睇到即係德國時間早上，咁啊香港時間咧就下晝星期五，咁啊好少見到我呢個鐘數嘅，咁但係咧因為我係瞓到半路中途咁啊醒咗，咁咧我就不如抽啲時間走去做下節目，咁啊跟住點咧？因為我今晚我第一節啊 live 啊，但係呢一節咧我係繼續咧唔出 Facebook post 先，因為我。相信牛證是利用 Facebook 嚟收票。喂、okay ，有兩條友真係人笑狗都廢啊！一個叫做牛證，你有種你認冇嗰、那個點啊？嗱，我就有曬證據嘅，那個巴別特擊塔同埋無神嘅巴別特得咁嘅你，你點解唔認你自己？做講撲街嘢唔使負責嘅呢個係咪黃毓民教嘅呢啲？即系黄毓民走去 Facebook 出 post 话咩台湾民主有问题嗰啲，我心谂个个都系讲呢句嘢，你黄毓民冇资格，你咁捻捉真台湾嘅民主嘅话，唔好住台湾，正扑街。如果我喺街上遇袭嘅话，一定入黄毓民数其中一个。黄毓民啲扑街冇道理讲啊！呢啲人咧帮点啊？呢啲人咁捻中意共产党嘅头共去中国住啊，冚家铲。我都系觉得佢冇资格住台湾啊，好好食。OK， 即係如果黃毓民真係屌鳩我話冇問題，我就一定會同 Fake YouTube 講，我講明再先。有啲人唔需要同佢講道理，一開始有啲人就直情話佢係爛仔嘛。OK， 我就用呢種嘅態度，就咁簡單。好，言歸正傳，呢個拜登鬧習近平係 dictator， 咁啊搞出好大風波。咁啊，據聞咧，中國政府咧就好為難，因為咧你公開抗議咧，咁啊就習近平同獨裁者依個咁嘅 wording 嘅關係咧，就會喺中國嘅網絡周圍傳，因為你中國外交部啊嘛，中國外交部你點啊？你如果中國外交部 official 而發聲明話，喂，我要屌鳩你噶嘛？要你美國收翻言論，要你拜登，我可以講，跟住中國啲 media 就全部點啊？全部出現就係習近平是獨裁，點啊？習近平獨裁者呢啲咁嘅嘢，我都你未話唔大劑，我話俾你聽，好 Q 大劑。好啊，如果拜登，但係依家就話佢要話，佢會仍然期望會見到習近平。佢仲有好嘢好笑，佢講得勁好笑。我都覺得幾正，我唔會點大幅修改言論，我仍要預期同你會面啊！我心噶，如果係第二個人咧，就冇乜大所謂嘅。搞政治嘅預咗俾人屌噶，即係嗱，好老實，你屌人呢單嘢咧，俾人屌呢單嘢就兵家常事。即係如果好似除非好似牛證呢啲咁 harassment 嘅，我覺得其實咧冇乜所謂。牛證是擺明將好多 negative 擺落去，你就唔使講噶。所以呢條友喺中要留意啊，佢屋企附近出現個女人係咪佢老婆啦？肯定係黑警嘅話，你聽中要留意喺手足就唔好接近啦。我話咩咧？俾人 IQ 咗都唔知啊。咁問題俾人屌政治嘅國際政治兵家係當然。你叫人獨裁者就已經係有少少點啊，當眾 call 人到新樂到 beach 嘅一樣咁嘅 level 嘅事情。咁但係你預咗㗎啦，你如果係國，如果係一個以國家嚟講就係點啊？你做領導人一般咁嘅。如果譬如我哋即係我依叫民間人士咁樣普通人，咁你就唔係預咁啊你。大家就不會 expect 你氣咁俾人侮辱嘅，我想講。但係如果你係政治人物咧，就預咗嘅。OK， 嗱，政治人物係唔同，即係咩叫政治人物咧？冇乜柒人都叫定義政治人物，最基本佢會出嚟選。如果佢冇話會出嚟選嘅話，唔係政治人物。所以唔好叫唔好黃毓民、牛證呢啲咁嘅人渣喺度轉移視線。但係如果你黃毓民係從政，你從我政噶。牛證呢啲就我唔知佢啊。牛證呢啲，
你講嘢都唔諗住負責噶，你教黃毓民教出嚟啲人渣都係咁嘅，基本上。咁但係冇嘢噶，你俾人屌預咗噶，為一切運雙人為國哦。咁問題嗰個唔係習近平咯。習近平其實嗱，習近平有一種虛偽性啊，依樣嘢我真係覺得係大家要留意。嗱，咩叫習近平嘅嗰種虛偽咧？嗱，以前蘇聯咧就好清楚嘅，我就擺明唔妥喺嗰度社點啊？資本主義嘅社會制度，我擺明唔妥噶，好清楚嘅，冇 second thought 嘅，基本上，老正日唔屌你就屌你 ，nothing else。不會說就自己什麼民主啊、自由啊那些，他不會用這些 terms。 但是看回習近平，香港就將民主制度推位，但是另一方面呢，又說什麼民主啊、自由啊、軍富啊、繁榮啊。 你現在明白為什麼習近平這麼介意自己是獨裁者嗎？獨裁其實說他 dictator， this is the fact only，这个事实陈述来的，这个如果是拜登都不会改啊，是不是？ 你要的是一个民主选出来的领袖，你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 OK？ 至少就是怎样，就是金正恩侧极啊，金正恩都不是民主选出来的，绝对金正恩侧极啊，他做样啊，他都有全民一人一票啊，你听那些民众是摸过什么叫选票啊，屌你中共票都不被人摸啊，你听你忽的。你咁簡單啫嘛，但係習近平就係點啊？佢又冇呢個認受性，佢又要死要面啊 ！It is the his problem。所以你話阿拜登話習近平 dictator， 因為佢玻璃心發作咯。咁玻璃心發作，咁佢就咁啊，佢發癲咯。即係玻璃心發作就佢玻璃心發作啊嘛，係咁噶，我話俾你聽。是不是？为什么王明之会错？为什么他手玻璃心那么 Q 红？习近平的政权是没有任何认受性的， No people endorsement， OK， 没有 mandate 的。所以你说拜登那个是不是事实陈述？是事实陈述。拜登是有 mandate 的， OK， 你说就算 electoral college 都好， electoral college behind the electoral college 是有一个 one man one vote 的Mandy 在後面的 ，OK， 依個係佢只不過依個 electoral college 係我係某個程度上佢係平衡翻，變咗另一種作用啊，係個加權嘅計算嚟嘅嘢，基本上已經係一種，即係當然現代社會唔使 electoral college， 但係點解仍然有 electoral college？ 就係 electoral college 係我係平衡唔同嘅州嘅人口個比例啊，嗰個佢。點樣保護西周用啊？其實係咁樣，係咁嘅意思。好嘅，即係所以，如果唔係你完全係 one man vote 嘅話，你點啊？你啲西周一定比你大周啊，恰到阿媽都未得。呢個唔係咁 fair 呢個。呢個美國政治設計係咁噶嘛？睇清楚啊嘛。咁問題，你習近平，我想問習近平嘅 mandate 係邊度嚟？佢話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嘅 mandate 係邊度嚟啊？你话唔好听，冇 mandy 噶嘛？冇 mandy 讲啲乜啫？冇 mandy 唔使讲啊！冇 mandy 根本唔使讲佢。所以你话 Biden 会收翻对特嘅名不睇名底嘅唔会啊 ？Of course not 啊！点会收翻黐线嘅？人哋讲紧事实，讲紧事实，我点解无啦啦收翻黐紧咗总制？唔系嗰回事嘅。所以你话啊？這次習近平是死要面都很重要，擊中要害。如果他不是一個這樣的獨裁者，如果他不是一個獨裁者到這個地步，即是一個怎麼說，他是集體領導的，那我不相信拜登和習近平會不會受影響，集體領導嘛。你習近平你不是服從你自己的意志的嘛，習近平你要服從整個領導班子的意志的嘛，你不是家天下，不是一人天下，
一人知一個人話曬事，你咪天子咁啊？你咪朕，你咪係咪先？咁你係寡頭啫。OK， 還好。問題依家唔 Q 係，依家習近平係一人獨裁者，咁我撲街喎！你聽，你話拜登依家，你話對施千片嘅批片 dictator， 你會收翻？拜登唔會收噶。但係習近平頂唔頂得住，頂唔緊住，所以你話中你話拜登預期見阿習近平冇乜可能，好難。你話第二個，如果譬如你話依家俾人鬧獨裁者嗰個唔係習近平，嗰個係江澤民，江澤民仲要同你談笑風生啊！佢分鐘仲要同你講下幾句英文笑話添啊！咁冇乜所謂，大佬屌人照見，錢照揾。但係佢依樣嘢，我覺得老江就好有依，老江唔係一個好人，但係老江至少有基本做人嗰、那個做大事嘅人嘅一個樣度。OK， 我唔係做大事嘅，你唔好同我講咩，我唔係做大事。OK， 所以我一定嘅追斬黃毓民啲咁嘅樣嘅，我唔使講，我唔係做大事。黃毓民依家今日香港搞成咁，黃毓民要負翻部分責任。我話咧，佢同埋佢教出嚟徒子徒孫，條撚樣仲好意思出嚟講嘢，叫收爹啊！叫佢，我覺得台灣調查部門真係應該要調查依個噶，應該依個人有冇收共產黨錢進行呢個認知作戰？我真係好想知道，我冇證據，但係我對依個人極有懷疑。OK， 好啦，拜登改唔改到好？拜登改唔緊到好。你話係選舉議員又好，你話乜都乜柒都好，喺美國人嘅認知 ，OK， 係西方社會嘅認知，中國就是一個獨裁國家，講完噶 ，full stop 噶。你話你咁啊？我哋個個西方，我哋德語區嘅嗰個叫施政片就 Kaiser， 屌你叫佢 Kaiser 即係叫海撒，叫海撒即係叫佢點啊？皇帝啊，大佬，德文嘅皇帝就 Kaiser 咯，因為依個係。罗马帝国嚟噶嘛？罗马帝国第一任，你话实有呢个咁嘅罗马共和国变帝国就系凯撒啊嘛，凯撒大帝啊嘛，咁啊所以叫 Kaiser 咯。OK， 因为呢个亦都同德意志地区受过神圣罗马帝国统治影响，所以佢哋嘅语言习惯系同嗰啲 history 有啲关系。你话 Kaiser？施占平 is Kaiser， OK？ 喂，如果我哋个个都咁样点啊？我当佢系 Kaiser， 你屌！你觉得阿 Biden 会改到口咩 ？Biden 改到口，佢啲选民都改唔到口啦。It is common sense。习近平唔认自己独裁者一回事，喺我哋西方人眼中，佢就系他妈的独裁者。讲完，佢就系一条冚家铲嘅独裁者。系啊，你点啊？即係當然你說，你話習近平俾人公，即係你同俾人公開鬧係契弟，有冇分別？冇分別㗎。你同阿拜登公開鬧啊，習近平是契弟，冇分別。咁問題就係習近平是唔是一個契弟？咁好不幸就係習近平係契弟係一個現實啊嘛。即係正如習近平係獨裁者一個現實嚟咁啊，一個事實陳述係叫人改嘅事實陳述，忽嘅咩大佬？嗱，西方以前就會同你玩呢個 game， 依家。取都啊，取又咪屌下声，冇可能。所以你话拜登系唔会收翻对习近平嘅批评，唔会。如果系中国嬲嘅话，嬲爆佢。我真噶，你中国嬲，嬲爆佢啦，绝对唔会收翻。因为呢个系不单止美国人，系每一个西方社会长大或者生活嘅人嘅认知嚟嘅。Common sense is common。我甚至可以講好多，我喺德國生活，我喺工作上好多都同美國有關。無論英國人，無論法國人，無論德國人，無論美國人，我接觸嘅，佢哋對習近平嘅批評比拜登更唔客氣。拜登如果真係選舉語言，佢有呢個選舉語言，有個社會背景，個社會背景就大家都知道幾條一忽嘅。
呢个系一个共同背景嚟噶嘛，大佬。西方啲民众唔系傻噶嘛，大佬。即系点啊？你民主政体制嘅话，个民选领袖佢都系点啊？佢讲嘅嘢都系好大程度上系源源自于民意嘅，民意就好清楚嘅，就系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呢件事简单过简单，直接过唔直接，我觉得冇特别嘢可以补充嘅。我谂呢样嘢即系点啊？我唔知即系喺英国嘅观众会点样睇，但系我系每日日常生活喺德国，我倾偈只要 talking about China, China on Hong Kong， 一定系咁讲。一定，你 China， 你讲 China， 定系讲我唔系讲嗰个字啊，个德文 China 就系读 China，OK，、okay? 我读翻德文音嘅，有冇嘢噶？你 China 又好你呢个 Hong Kong 又好，两个一讲到嘢，一定讲 C 片，一讲 C 片，大家就点啊？粗口滿天飛講完，係咁簡單。所以你呢個咁嘅情況之下，你習近平玻璃心，再加上你美國本來嘅 anti-China sentiment 已經係好高嘅，話俾你聽。美國又好，歐洲都好嘅普遍嘅民意個 anti-China sentiment 係前所未見咁高啊！我話聽，佢依家以前西方人都未必認得咁清楚。What is Hong Kong? What is China? 依家佢哋認得好撚清楚，因為冇嘢啦。Everyone know Hong is victim. Everyone know， 佢哋知噶，其實好多都知噶。佢哋一講話，我以前 live in Hong Kong， 即係以前我 live in Hong Kong， 冇噶，大家就開始我明哦，你點解翻唔到，冇翻去？點會咁？撕尖片。你想想这些这样的问题上面，我心想你西方的 anti-China 先生问，因为习近平的人有小气，有小学鸡，他真的记 得住颈见拜登那时候，拜登起个点啊兜口都没说他屌他 you are dictator， 他忍得住，我不信习近平有这个脾气，我不信。你睇翻習近平嗰啲評新評嗰啲，你知佢冇要俾，所以你咁多樣嘢夾埋，個中美關係只會越嚟越差，唔好得講。啲人仲話咩中美咩啊，咩關係和緩乜嗰啲，屌你聽少啲咁嘅，呢啲咪夠噏啊！中美關係嗰個好與唔好嘅前提，並唔係利益，個好與唔好嘅前提，最緊要係個 value system。如果解決不到個 different of value system， no way to solve it， 係咁簡單，唔係乜嘢嘢都係要用可以 in terms of money 去解釋佢咩？我係傾向理性嘅 ，OK， 即係理性分析一件事，即係用理性用即係理性思維，人係利益，人喺局限條件下嘅益最大化。就是这个econ 和政治是类似的，政治是 in terms of power， econ 是 in terms of money or utility whatever， OK， 但问题就是习近平 what is the utility of Xi Jinping， OK， 这个是个问题嘛，你记住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就是在民主国家，如果我是一个追求权力的政客， The benefit for the people is equal to the benefit for you， for the leader， OK， 即是你的 leader 一定要做一些事是 fulfill 到人民的，你才可以继续坐下去。这个等式关系，这个民主政治就很明显的，因为你赢不到选票，你没得赢，没那么扑街，可以这样。但是中国就是 theBenefit of happiness of Xi Jinping is all rule or all. OK， 即係你
習近平喜語號 override 曬所有人嘅 happiness and utility， 咁我撲街啦！嗱，呢啲就係獨裁政治恐怖嘅地方。其實你講咩民主自由嗰啲，啲唔使乜講咁複雜，好簡單。民主制度，我作為政客，我嘅 happiness 唔重要嘅，我要 keep 住權位，我就要將自己嘅 happiness 同 preference change to the minority 嘅 preference or happiness。OK， 我要改變自己。OK， 我領導者，我想講隨民而足牛嘅。OK， 獨裁體制就係所有人嘅 happiness and utility 都不及一個人嘅權力。咁你要民主政治定獨裁體制，大佬用個腦都諗到啦。但好少人咁講嘢噶，我知道，好少人咁樣諗嘢。有多時都係嘅，好似言張常、賣吉仔言講嘅，你講得越淺，要知得就要越基本，係噶。我都係講咗幾廿年時事評論開始明。我好簡單啊嘛，你咩？你話有得揀自己就只係老細，我都覺得嫌複雜啊。當然梁家傑口號，如果我依家講法好簡單。民主政治就是人民 happy 等於我 happy， 因為我有票，我繼續坐。獨裁體制就係習近平 happy， 你 happy 唔 happy 關你撚事啊？習近平 happy 定你唔 happy， 你都要焗住眼食啊 ！This is the problem. You want it? This simple， 好 simple 啊！呢個問題好簡單。所以我你咁啊，依家咁嘅局勢要會加速啊 ，of course 就要加速啊。嗱，我等間我再分一陣嘅，我會 OK 少數片刻。但係我可以同你講，加速依家嘢有排嘅，依家只係啱啱開始嘅。好啦，咁啊今晚你咁我依個字要叫大家 live 咧，我就睇下今晚幾點啊。OK， 我第一節都係 live， 今晚應該有。